什么？你先睡啊，那你下来吧。你嫌我嘴刺，那我掌柜谁的陪葬品呢？就太吵了，小声点。找不到，小声点叫你。这都管了他，带他出去。对，拿他出去。哎呀，太吵了。喂，妈妈出来。我是记者，头发被吹过来。哎呦。还关门了，哎呦，好灵感！把我关在外面。